好，另外现在的政治焦点，立委选战各党都展开布局了。现在传出老将出马，在民进党部分，包括游锡堃哦要出任民进党不分区第一名，而宋楚瑜他也争取亲民党不分区第一名，这等于是主席出马领军大选战。民意支持度靠呼声测试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传出将列名不分区立委第一名，带领亲民党打立委这一仗。国亲和都不见得会赢了，何况国亲婚恋呢？这个想的太多了，而且也解读太那个了。我是觉得这个声音不知道从哪边来的，必须要宋楚瑜主席他亲口说出来才能证实。子弟兵对宋楚瑜要御驾亲征反应不一，但宋楚瑜对国民党爱恨交织十几年，国亲合并也谈了 N 回合，五都选战时的气氛紧绷到最高点。国党喜欢给我戴绿帽，黑区混蛋，不是压力，而是天人交战。公开炮打国民党宋楚瑜的不满溢于言表，传出他与杨秋兴接触，也向前台北县长周锡玮招手，要将两人纳入局营不分区，增加战力。就是登山各自努力吧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些我们换党的同志，大家都是彼此，大家都是很有默契啊，分工合作啊。国亲本来就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亲啊。立委战情诡谲，前行政院长游锡堃也将列名民进党不分区第一名。届时，王金平、宋楚瑜、游锡堃将各自领军主要政党打立委大选，甚至进而争取立院总统的宝座。中天新闻郭先阳、韩思柔台北蹭报道。